所看到的是西会。这段记忆跟亚洲社工有很大的关系，这可能是大学生涯里最精彩的回忆。我希望你看看。
份打一场比赛，我们约定如果谁赢了，谁就要帮对方买两个月的早餐。哈利波特，好，嘿，两份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支呢是我爸新买给我的 iSalva 7S， 短小轻薄，携带方便，而且还是现在最新流行高承载量小运输工具。你今天输定了。是我教父天狼星新买给我的2001 Plus， 它伸缩自如，可以加长缩小，居家、旅行、比赛必用。好啊，今天我们就来决斗吧。